狗仔偷拍 F 男按摩妻说不停暖汪阿庆店店帮加菜。38岁的 FIR 飞儿乐团吉他手黄汉卿阿庆与小14岁嫩模老婆花花李问静结婚四年，育有一双宝贝女儿小花苞与朵朵苹果，日前直击阿庆当其暖男陪老婆花花及亲戚聚会席间，花花话匣子大开滔滔不绝，阿庆则呆坐在一旁，一下滑手机一下用笔电，一副坐立难安的模样，似乎心计工作但依然随时在老婆身旁，对年纪小超过一轮的老婆疼爱有加，十足夫以妻为贵。阿庆与小14岁的 F 男按摩花花2014年结婚，育有3岁的小花苞及1岁的朵朵。虽然历经乐团拆团风波与老婆被曝小三事件，但感情不受影响。上月31日晚间近10点，记者在西新百货二楼餐厅目击穿着深灰色西装外套的阿庆顶住招牌刘海发型，臃肿身材经过合身西装的修饰，看来较先前瘦了一圈。阿庆上完洗手间后返回餐厅与老婆花花等人会合，身形娇小的花花头戴着白色帽子坐在壮硕的老公身旁，更显得小鸟依人，之后换他去上洗手间，阿庆呆坐在一旁滑手机打发时间，而贴心的他不忘当暖男帮聊天聊到忘我的老婆加菜。但阿庆似乎还有公事在身，没多久便从背包拿出笔电专注于工作，让老婆继续聊天。他忙完工作后收起笔电，才开始认真用餐，与老婆有人话家常，一行人畅聊直到午夜，餐厅打烊才解散。对此，华研国际所表示，阿庆跟建宁老师为参与音乐创作制作《斗鱼》电影主题曲《星火》包场，请亲友同时看电影外，因为工作繁忙，当天也顺道带双方亲戚一起吃饭，维系家人间感情。